装备，因为奖励上面是有装备的哈。你们现在看到的啊，这个就是装备哈。那它接的方式啊，就跟单队有点不一样哈。现在因为现在接的方式是一个单队有接的方式哈，我想要接到一个装备的方式，它必须要一个歪体。哦，我们称之这个叫歪体哦。
哦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个条的，有没有？你们那个没有，对啊，这个都有，反正不管你只要 complain 设多少啊，你的那边就要设多少，这样子。它分两边。像这一台啊，它是左边跟右边都 0.05 哦，所以我是上面就要设 0.05。那如果是刚才那个直接就设 0.10， 你就上面这个东西要设 0.10。那 0.10 这个就是槽蓄容量，怎样？当你在挤的时候啊，这个东西它会往上撑，肺会往上撑，对不对？撑的时候这边就可以看到槽蓄容量，因为我们这个槽蓄容量是有一个这种弧形的。这种弧形的哦，我们面板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避免它的误差，懂我意思吗？当背往上抬的时候，这边是有个线头吗？避免它的误差 ，OK， 哦，避免它的误差。其实，如果你的compliance设多少，你这边就要调多少，就对了，你要记好这样子，并主要是看这个compliance，哦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。这个就是装备哦。其他的装备啊，哦，就跟单备一模一样，哦，就只是差别在刚才那个设定的方面哦。我再把它移下去。
20到 compress 0.08